你现在应该不知道从哪边拔起了。我刚没有，他以为是炒饭，因为日本人不是很喜欢两份主食吗？就有饭，然后又有面。结果没想到他是满满的淀粉。孙悟空，他是蘸虾子啊，这边上面都是虾子，然后里面有一些洋葱，洋葱切片。居然这个并不是加那个萝卜泥吃，居然加盐巴而已。对啊，是它的鲜味吧？好奇特哦。脆口的，它的洋葱，哇，好好吃！他去买洋葱圈也会中哦。它虾子好新鲜哦。嗯，而且我觉得，就是它在那个洋葱炸下去之后，哇，对，我很建议你们来点这个，真的。